大家好，我是高雄杰瑞斯的教育顾问 Carol， 从事留游学产业已经接近十年，每年我都辅导上百位同学出国留游学。我的工作就是仔细倾听大家的诉求，寻找适合的学校与科系，协助同学们顺利的出国圆梦。由于我自己也当过留学生，最明白心中充满疑惑却不知该从何问起的心情。虽然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，随时可以上网 Google， 但却又担心找到的资讯是不是已经过时不适用了。在这个时候，就会打从心底希望，如果有个可以相信又真正懂的朋友，那就太好了。遇到这种状况该怎么办呢？ Don't worry, let me help you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打通电话过来吧，如果不方便讲电话也可以直接 LINE 给我哦。对澳洲留学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大家随时找我商量。